好的，接下来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已经进行完拜庙仪式之后，就要进入我们正式的演出了。今天呢是由我们孩子准备的喜糖要来分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希望呢小朋友大人们呢吃到喜糖之后呢都可以平安健康。镇山高海洋宫